近日，网上曝光了一组石娇的 cosplay 照片。此次石娇化身动漫美少女，完全颠覆了以前假小子的形象。照片中，石娇穿着一身粉红色少女裙，黑色的假发上戴着一对粉色的兔耳朵，还不时对着镜头撅嘴卖萌，一旁的一片宅男。徐娇因为扮演长江七号中小弟一角而一举成名，被封星女郎。不过并没有因为有周星驰这样强大的干爹做庇护而全心投入演艺界，反而爱上了动漫 cosplay， 瞬间由假小子华丽丽变身美少女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